本分局于昨日凌晨获报，在大武仑山区疑似有民众死亡案件。那经本分局与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，并报请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，后锁定犯行弃获到案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向台湾基隆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那本分局再次强调，警方对于暴力事件零容忍，绝不宽待，严正执法，展现警察维护治安的决心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。